多谢你，我从中得知封魔牢笼来自一座隐秘的哨站，那里很久以前就被封印了。我们最好就从那里开始，到那边汇合吧。这是什么？
幸好有你，不然就完蛋了。Thank you.
必须再等一下。
阿兰嘞，跑这么快？哇，他跑得也太快了吧，如接不见。我想说要跟他单挑说。更多时间。